十年代的中央美院与同代人一起成长，他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见证者。从外滩三号到前门二十三号，他是城市核心地带顶级艺术中心的创造者。从北京、上海到巴黎、纽约，他是在中国与世界间穿梭的文化旅行者。中国资深艺术策划人翁玲带您进入当代中国最前沿的艺术世界。徐冰，1955年2月8日生于重庆，适逢小雪，取名为冰。一年之后，徐冰随全家移居北京大学，父亲徐华民任职历史系，母亲杨石英任职图书馆。徐冰自幼习画，1977年在北京延庆县插队时，徐冰被保送到中央美院学习版画。四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80年代中期正值美术新潮，徐冰闭门设计刻制了2000个无人认识的汉字，在里程碑式的八九现代艺术大展中，以天书之名展出的这些伪汉字引起了巨大轰动。1990年，徐冰作为荣誉艺术家应邀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并在此完成了耗时四年的天书计划，同时在威斯康辛艾维汉美术馆举办了大型个展。1993年，徐冰移居纽约，在这个西方世界的艺术中心，他迅速成为被热捧的艺术家。随着一件件杰作的问世，1998年，徐冰被授予麦克阿瑟天才奖，成为第一位荣膺此奖的中国人。之后，美国史密斯国家博物馆、萨克勒美术馆为徐冰举办了题为《游戏文字》的大型回顾展。911事件改变了世界历史，徐冰在纽约的工作室目睹世贸双塔的毁灭。由此而来的装置作品何处惹尘埃，以世贸大厦落定的尘埃书写禅语，将它对物质与精神的冥想无声地表达在一种空灵而脆弱的静美之中。之后，徐冰的创作面向变得更为丰富，他对介入社会的题材发生了更大的兴趣。2007年，在获得美国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之后，徐冰接受母校的邀请回到北京，结束了18年的海外独立艺术家生涯，在巨变的中国开始了更为广阔的艺术与社会实践。第一张素描啊，第一张素描啊，那你幼儿园这个拿铅笔的那个算素描，肯定就是第一张素描呗。蜡笔画，从小就画画，从小就喜欢画画。那你在重庆出生，那你是什么时候搬到北京的？一到北京就住在北大？我一岁半就搬到北京了。对，你一到北京就住在北大的？对。那见过很多老先生，北大的名知名学者。老先生。当然见过很多了，但是当时其实不知道，就是后来根据很多的，一些文章啊、一些书籍和一些那个历史的一种记载上，最后才发现，我当时接触过的一些先生都是很厉害的一些人，比如说什么这个简伯赞呐、什么这些人，周一良啊这些人，那当然我当时学画的时候，比如我的一些铅笔啊什么什么，都是他们提供的。当时你父母在北大做什么呢？对，母亲在北大图书馆学习。
我父亲在历史系。你的作品特别像在图书馆待久了的孩子才能做出来的。对，当时是有很多时间在图书馆。啊，我母亲其实她在图书馆工作嘛，她有这个，他们开会就给我带到图书馆去，带到图书馆他们开会就给我关在书库里，反正书库安全呗啊。那书库就是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书，这些书都是什么书呢？都是版本学的呀，字体学的呀，什么装钉，技术啊什么的，都是书籍史的一些书。那我小时候看很多这种书，其实，但是那时候又不会读书，我太小嘛，根本读不了这些书。做天书的时候，美院实际上气氛是比较，是好像是很开的一种气，那样的一个自由的气氛。我印象哈，80年代的美院。然后我也真的想不通，你怎么可能这个钻进去自己去做那样的文字的作品？其实当时因为美院。整个中国这个社会，它这种文化环境特别开放。对，其实由于太开放了以后，最后你会觉得你失去了很多东西，你知道吧？比如说读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书啊，参加各种各样的讨论，你会觉得其实，和你开始对文化的期待其实不太一样。80年代你已经这么成熟的在想事儿了。那时候是，实际上是一种生理驱动的，就是你对这种文化讨论呢，你其实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就是因为这，我老说就是一个人他饥饿的人，他最后一有机会吃太多以后，他等于 overeating 这样的，他会觉得不舒服。其实当时天书很大程度的这个起因是由于这种文化的一种生理感觉造成的。然后你就去折磨自己，把自己关到房间里，我觉得很享受。是吗？对，因为你会觉得很踏实，而且你会觉得很舒服。就你88年第一次在美术馆展出天书，对，那个之前多久你开始做天书这种作品？有这个想法差不多在2年吧，因为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毕业，我必须把那个毕业创作给完成。然后开始动手是毕业以后马上就动手，差不多有1年多吧。所以你是一个非常静得下来的人哈。我是一个其实属于一种比较懒惰的人，就是什么呢？比较满足这个一种，比如说。我觉得愉快是因为有一种原始的一种积累的满足，比如今天刻了6个字，明天刻了7个字，是吧？加起来是多少字？我觉得很愉快，你知道吧？你是90年出国的？我是90年走的。那个时候我们好像国内出国的人还特别少，你怎么会就？你是受一个大学的邀请是吧？Wisconsin Madison 的一个邀请，做什么 Honorary Fellow， 就是叫荣誉艺术家这样的，所以我就去了。邀请我那个大学那个教授 Greckler， 他是一个版画家，他就到我住的地方看我的作品。看我作品，他看完了以后，他一句话就是说：“你呢，应该让美国人了解你的艺术，你应该在美国发展你的艺术，因为我能够从他的眼神里，我能够看到，就是他对我的作品是如何的吃惊，你知道吧？”后来我就给他了一句话，我说不可能，我说在美国啊有种族歧视。他说在美国没有种族歧视，说我明天就带你去，Elwin Museum 去见那个馆长，让他给你做展览。后来呢，我第二天就拿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没整理过的，什么长城做长城拓片啊什么的，一些照片啊什么的，还有天书的一些乱七八糟东西，还有什么东西。去了，然后那馆长其实他看了以后，他当时就说：“我可以把这个大厅啊，给你展那个长城这个东西。”后来我说：“我其实更喜欢这个天书这个东西。”他说：“我还可以再给你一个厅展天书。”你还挺会讲条件的。对，后来说那个，但是呢，那个我那个教就是那个带我去那个教授呢，他特别喜欢我那个研究生期间那个复数系列的这些东西。后来那个。馆长就说：“我再给你一个展厅，展这个。”最后他就决定了这么一个展览。我当时其实没有太当回事儿，你知道吧？因为我觉得，不是中国艺术家在美国其实发展很难吗？好像挺容易的，也许就是一个大概一个，不一定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后来晚上那个教授他又给我打一电话，他说冰，你应该知道。和你应该感觉到这个馆长是如何喜欢你的作品，因为他说我就告诉你多少空间多少空间，他说我就告诉你一句话，
Madison 大学的教授只有一个教授在这个美术馆搞过个人的展览，还只是最后的那个小厅。那个展览以后，其实我差不多就开始了在国际上各种各样展览的一个生活。其实到纽约之后，我觉得那样的一个急速的美国的纽约生活，可是我每次去纽约看你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是还是一个特别静的人。其实我有点喜欢独处，再一个呢，我有点喜欢把事情做得比较好，就是比较到位啊。我最享受的事情就是说把自己喜欢做的一个事情做到非常完美。你在美国获得麦克阿瑟大奖，天才奖哈，然后假装天才奖，对，你没做什么 party， 然后你就给你母亲打了一个电话是吧？获得这个奖的通知的时候呢，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奖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在是钱吗还是我其实是几乎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事儿还挺逗你知道吗？我其实当时在 PS1 呢在准备我的一个展览，那个展览就是后来在你们外滩三号做过那个烟草的那一束花，你知道吧哈？那种感觉的东西，实际上呢，当时我们就要找一个花瓶，这个花瓶整个曼哈顿就找不到。后来那个策展人呢，琳达呢，她呢就问我说：“这个花瓶找到了没有啊？”我说找到了，我说我收到一个 message， 这个 message 就是说好消息，good 实际上他写了一个 good news。对，我就觉得这个花瓶应该是找到了，所以我就把这说，我说这花瓶找到了给他看，他一看这说 good news， 下边写了一个麦克阿瑟基金会的主席，他说你一定得了这个麦克阿瑟奖。我说这个奖是什么奖呢？他说我马上给这人打一电话，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后来他就给他打一电话，后来那人就说我要找徐冰说话，因为我想跟他说几分钟话，通知他一个事情什么的。后来我就说你跟他说呢，说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因为我现在准备一个展览，明天就要开幕。我说呢，我晚上回家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啊。最后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奖，他们都特别激动，你知道吧啊。最后回家了以后，最后他说，那个基金会那人说的你得了这个奖，这个奖是什么奖呢？是什么什么奖？他说呢，这些东西可能还不能说明这个奖的重要。这个奖金呢，给你的奖金将是什么？当时是，$35,000。现在也很多。我得过以后，后来这个奖就成了50万了，你知道吗？当时给这个奖是按年龄给的，因为我有点年轻，当时所以呢，奖金就少一点。但很多是科学家得这个奖是吗？那个是对，那个是他是，这个奖，主张创造性和对社会的贡献呀。和你的智慧，用智慧对社会的这种贡献等等的，他很多科学家呀，很多这个，他一年发可能30多位吧，可能。完了以后，我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啊，我说我得了一个奖，这奖挺重要的。我说如何重要呢？因为这个奖金特别高，你知道吧？当时我妈妈一听呢，觉得她可能以为说错了呢，是吧？啊，后来我说这个奖啊，他们管人叫天才奖。我说这奖呢，这天才奖呢，那应该是给你，把这奖应该给你，因为这天才是你生的，你知道吧？对，我妈妈挺高兴的，很激动。对，她挺高兴的，你觉得自己是天才吗？不是啦，我就是比较，其实我就是比较老实，比较，认真干活，其实就这样。想还是回到谈一下你的母亲对你的影响，因为我总觉得艺术家的成长和他的性格和他以后的工作创作包括思维方式都会有就很独特成长历史。我相信几乎每一个人可能从母亲身上获得的影响是最大的，我觉得是吧哈，就是说母亲大于天嘛。但是我认为我幸运的是因为我母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母亲了啊。比如说我从她身上，我现在才认识到从她身上就是受到的影响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比如说她的这种宿命是吧哈，她总有一种这种宿命的一种
一种豁达和一种态度，是吧？嗯，什么事情他其实都是可以一种很安静的来对待这个东西。嗯，再一个他这种，那一般的中国妇女都有这种坚韧和这种克己，对吧？另外呢，比如说他的这种感恩的态度，就是对什么东西其实他总是抱着一种很谦卑的态度来对待啊。这个东西我发现是很有价值的。嗯，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实际上这个东西透着一个中国的一种方法和态度和一种文化。通过我们的父辈，我们周围的人的这种影响和他的这种，包括他接人待物的态度，包括他说话的语气，甚至包括他说话的节奏，其实都会对你有一种影响。这种影响是什么？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中国文化中很深的一部分，最后在你的性格中，在你的习性中，在你的甚至在咱们的血液中都是存在的啊。那比如就说这个中国妇女一般都存在的，特别是咱们上一代啊，像你这一代可能就是一种属于这个挥霍的一代，是吧？那他们这一代都是非常节俭和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勤劳的一代。那这种东西呢，我现在觉得其实它对未来的这种世界文化建设是有价值的，在于什么呢？实际上它和这种整个世界的这种环保的一种取向是很有关系的。对，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的这种态度和中国的这种方式和自然的这种关系，其实是越来越会显示出它的价值的。比如说回到中国比较过去的生活状态，可能是这个东西是需要探讨的。就最近好像提出这方面的思路的人还挺多的。比如说你看，比如说一般的那一代人，他对一个物件或者说对物质的这种态度，其实他是很珍惜的，你知道吧？他是非常尊重的，就是他觉得任何一个存在的东西其实都是有他的尊严和他的价值和应该物尽其用的，而不应该浪费的啊。这种东西呢，它是一种节约的态度，但事实上呢，它带有一种更高的，就是中国人的和自然的一种关系。那包括中国的建筑，包括中国的这种材料，包括中国的艺术的这种材料，其实都是非常对物质和对客观存在带有一种非常尊敬的态度。听你讲你的经历和你的创作，我觉得真是可以连起来的一个人。事实上艺术真是宿命的就是说你小时候有什么样的营养，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背景，实际上在你的作品中必然会体现出来。其实这是一种合理的一个关于艺术价值的一种判断。就是我总觉得艺术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艺术是诚实的，你知道吧？这个东西你一点都不能做假。比如说我认为我的东西太陈旧，或者说我认为我的东西太多的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老夫子的这种习气我不喜欢，我要让我东西现代一点。那你只要有这个念头，你的作品中肯定要显示出来你想通过作品炫耀给别人你没有的东西。哎，对，哎，你的这种想炫耀的念头都会被暴露无遗。这就是艺术的价值，你知道吧？因为艺术这东西你生活中可能可以做假，艺术做不了假的。所以主要以后你用世贸的粉尘做了一件何处惹尘埃的一件作品。对，我觉得那个作品特别好。谢谢。但可惜是好像当时上海双年展本来是想，我们当时特别希望你是那一件作品参加都市营造那个双年展。对，是的是的。后来好像又还没敢做那个作品。对，因为当时策展人觉得有点敏感，主要对美国的政治啊，或者说对和美国的关系啊什么的，后来就没做。对那件作品，我想你谈一谈，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件作品。那作品实际上在直到现在，其实在美国都没有展览过。后来是在英国。后来在最早是在英国威尔士。展的，后来又在德国展过，后来又在什么，反正欧洲的一些地方展过啊。那个
那个作品，对当时讨论还反应还挺强烈的。嗯，因为那个，因为他那个手法特别奇特。嗯，就是实际上这个展览呢，很其实那个效果很漂亮。对，就是它基本上是很美、很安静的一种感觉。嗯，但是它同时又给人一种紧张感。这个作品开始呢，我实际上是因为我在我纽约那个威廉斯伯格那工作室，你去过很多次的那工作室，在那个我们的工作室那个楼前头就可以看到那个双塔，就世贸大厦。嗯，而且是很近的，因为它隔着一条河嘛。对对，就是亲眼看着这两个塔倒下来。 嗯， 嗯，所以当时我就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世界肯定变化了。嗯，真的是这样啊。是这样的。嗯，然后我呢，其实我爱收集东西了。 嗯， 嗯，我爱收集东西，然后当时曼哈顿下城就被那些911那个双塔那个粉尘都覆盖着。啊，后来我就收集了一包那个粉尘。嗯，当时也不知道干什么用。嗯，等过一段时间，因为我比较爱读那铃木大拙的什么书啊什么的，他的那些关于禅的一些书，后来我就一天又读到那个什么"本来无一物，何处人哉"这个诗。嗯，我就想到这包粉尘啊。嗯，所以后来就做了这么一个作品。嗯，其实当时看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震撼的感觉，你知道吧？因为这个东西太不可思议了，看的时候就像看那个美国大片一样。对。然后，但是第二天我走出工作室的时候，你就感觉好像这个环境有点不对了，你知道吧？就是它等于是它自然的这种生态其实变了。嗯，就是因为以前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东西，最后没有了，你知道吧？看得有点，哎，就有点那什么。嗯，然后这个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个展览展了以后吧，美国一个那个美国加州的那个历史美国历史博物馆，你知道吧？他们给我写过一封信。嗯，他们就说呢，说的你呢能不能卖给我们一些911的灰尘，因为我们呢有一个，哎，我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街有一个部分呢是谈911的，他们是很严肃的，我们收集了很多的救火队员的衣服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但是他说我们就是忘记了收集了灰尘啊，他说我们知道你做了这个作品，你手里有这个911的灰尘，后来我就觉得这东西怎么卖呀，怎么给你，说我还要留着做作品呢啊。嗯，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人，其实他对物质的概念不太一样。嗯，比如说，咱们觉得我是觉得这个灰尘本身是有意义的，对吧？哈，那可能他们可能觉得他们忘记收集这灰尘，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物质的这个救火队员的这个 jacket 是有意思，是有意义的。那灰尘他们可能觉得没意义，对吧？哈，嗯，实际这个作品呢，其实也不是谈911这个事件本身了。嗯，其实它是谈这个，实际上还谈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一个关系，到底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发展到今天，到底怎么样看待精神和物质这样的一种关系啊。嗯，那我总觉得这个双塔它可以在顷刻之间成为平地这样的，其实它是由于它自身聚集了太不正常的能量，对吧？等于是它靠它的自身能量把自己给摧毁了，最后还原到一种就是物质的一个最常态，就是一个灰尘的状态，是吧？灰尘它就不会再变化。嗯，对。那我们来说一下你的木林生计划吧。嗯，那个项目呢，其实是最早是那个美国的两个美术馆和那个一个叫 RARE 的一个组织，他们合作的，请艺术家选择那个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地，然后你到那儿呢，通过你的艺术呢，能够对当地人、对环保和周围环境的认识发生改变。后来我就选了肯尼亚，去了肯尼亚以后，最后我发现树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决定了肯尼亚的整个的这个国家的政治的方向和这个整个人的生存的状况和动物的生存的状况，决定做一个跟树木有关系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简单讲就是一个自循环的一个系统，能够让钱呢从富裕地区总是流到这个相对贫困的地区为种树之用的。实际上它包含了艺术教育、儿童的这种心理的发展，使用了这种网络的这种免费的一种服务功能，还有它的这种转账的系统，
还有这个不同地区之间的这种经济落差，造成这个系统的自然循环。这好像真的不是一个我们以前传统意义想象的一个艺术家所能做的工作哈。嗯，像这样的项目呢，它不是以艺术的原初目的开始的，但事实上它涉及到艺术非常核心的问题，怎么样摆脱一个艺术的困境。我后来就是画了很多很大张的这个森林的风景画，实际上是临摹孩子的这些画，把这些孩子画的一棵一棵的树呢，我都给它拼成一张很大的一张风景画。第一张画上我有一个题记，我就说我像临摹大师的画一样临摹这些孩子的画，因为这些孩子的画呢，在我看来都是像是这个自然生长的一部分，如果我对他们有任何改变呢，就像好像砍掉了这个树木的某些枝干一样的。那我临这些孩子画其实帮助我深化关于艺术是怎么回事，这个美感是怎么回事，这个艺术这种形式感和这种节奏感是怎么回事，我真的学了很多东西，非常有意思像你的最近的凤凰这个公共艺术的计划，我当然能够看到你想了很多就是纯当代艺术圈之外的问题，包括你在表现啊，你的方式啊，你的实现啊，这些都好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过程。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比如说穆林生都不能够用一个作品来说这个是个作品。今天的艺术圈其实对我来说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事实上是因为这个领域呢并不如其他领域所能够给今天的人类有更多的提示。将来人看今天是什么东西最能够代表当今天的最高文明水准和人类的思维的水准，其实未必是艺术，你知道吧？那你觉得是什么？那至少比如说这个网络技术这个领域的人，甚至什么这些大片后期制作的这些领域的人，或者说这种时尚的领域的人，在中国我是觉得比如说最有思维能力和对中国未来认识最清楚的人，那有可能就是这些什么企业家，或者说真正参与到中国这个社会进程中的这样的一部分人。实际上这些人给社会提示的和他们的思维的程度，我想至少是比咱们现在的很多的艺术家要深入，而且要切实，而且呢这个更前卫。说实在的，我说我还挺怀念以前在纽约经常去看你的那样的，然后一块儿走路谈心的时候。那你为什么现在搬回中国来呢？我们也没机会去纽约看你了。对，真的是美院做院长，我想这个对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和改变哈。对，其实我没有太想这事儿，你知道吧？回来就回来了啊，因为其实咱们这一代人呢，不太善于计划，因为过去都是反正是国家给你安排好。我这么多年其实也是，每年就是每天就是做每天的事儿，反正因为我在纽约有18年了嘛，作为独立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觉得时间也够长了，而且那个西方的这套东西，其实我要说参与和了解的也算比较深入。中国想把自己的思想贡献回来是吧？不是贡献回来。我现在考虑的是什么呢？回来以后啊，你到底在你离开中国这一段时间，你缺失了什么东西？有很多人说你是不是能带回一些东西啊，或者说什么？带回一些现代的东西，什么给美术学院呀、啊？其实美术学院本身就非常现代，就是它本身有很现代的因素，是因为中国本身具有很当代的因素，你知道吧？那我想你作为最敏感的艺术家，肯定是对国内的这种变化呀，这种内在的魅力啊，很有感觉。那确实是这样，对中国就跟你说是最好玩的一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最具有试验性的一个地方。它在变化，然后就丰富，是吧？它因为是有太多的不确定的部分，而且有太多的和太丰富的文化的
营养的层面。回来你可以做一个自由艺术家呀，你为什么要来做这个院长呢？这个会占你的精力的80%。他问题是这样啊，就是说你要想真的了解这个社会，或者真正进入这个社会，你必须要参与到这个社会比较核心的部分。中国社会你说怎么样进展的，和现在发展到这个程度，你说完全是西方的方式吗？不是，其实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中国的方式在里面。这个中国方式除了传统的，同时它也带着社会主义时期的一种所谓，等于是咱们这种传统的一部分。是不是你在国外，在美国居住，在各个国家跑来跑去做展览，你会更敏感的来思想中国以前和以前的方式，或者现在的方式和人家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是因为其实在西方这么多年，对西方当代艺术的和文化的参与，其实我最后想最大的收获是你对自己的背景到底有什么东西变得更清楚和更敏感。对，我想你就是想在这个变化当中尽量的做一些你觉得值得的事情，是不是？对，因为这个时间长了以后，你在整个世界上做了那么多事儿和走了那么多地方啊，而且是咱们这基本上是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生活的，对吧？最后你就对很多东西就有一种比较大的一种视野来看啊，所以现在其实觉得确实中国，比如说中国和中国艺术教育，其实有很多的空间是可以施展和可以工作的。对，确实，因为我也是在做这个艺术空间特别多年以后，对，越来越感觉到教育太重要了。对，所以我能够理解你。其实当时人家说你回来，我非常知道一个对社会有很深的思考的艺术家，我想一定是会想从教育啊，从这种基础的工作做起。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呢，你不用它就浪费掉了，就是你的这种，所以你要把你的所有的视野用在这个，对，你的这种所你的经验和你对这个艺术的一些理解，和你对国际当代艺术的参与的实际的这种经验，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有用的经验了，对对吧？而且是很不一样的起点。是，总而言之，在中国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它是有用的，这是肯定的，是吧？而且呢，我又有这个过去在中国的经验，比如说我在美院读的研究生，读的大学生，然后毕业了以后又教了十年书，但是教十年书，我又是一个很，就是说美院培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学生，对，所以我懂得这个系统的和这个教育理想的一些内容，同时我又有其他的一些国际参与。可不可以拿你来参照这个美院的老院长徐悲鸿先生，因为他也是从法国留学回来，因为从我一个可能那种做当代艺术的比较反叛的人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徐先生他当时在法国或在欧洲，没有像你在国外这样进入了他们真正的学术圈，或者这种当时的最活跃的最有思考的人群的圈子。实际上每一个就是徐先生那个时候的他的这种选择，其实是有他的这种原因和理由的，对，这是肯定的，因为他必须要选择中国没有的东西，你知道吧？但是不可否认，美院的以前的教学还是有很多问题的，我觉得。是有问题，但是呢，西方的教育也有西方的问题。所以艺术学院和艺术创作的这个圈子，你觉得它应该是一个不一样的系统和圈子呢，还是应该是一个更相互穿插更有深入的关系的一个圈子呢？当然是后者了。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学院之外的很多的资源和这种活力，和社会之间的这种磨合的这种关系所产生的这种创造力带到学院本身。其实我想校外胡同五号曾经是影响这个一大批当代艺术家，至少很多人在回忆起80年代、90年代
都会提到当时去校园胡同五号生活，或者和大家住在一起玩在一起的经验。那你觉得中央美院会有一天给全世界来中国的艺术家，或者中国的这些当代艺术家有这样的回忆和情感吗？我相信会。因为什么呢？积极啊。因为因为那个实际上你要真正到国外的艺术学院走一圈，就是他们只要是和中央美术学院有接触的这些艺术学院的院长，他们都对中央美术学院现在在做什么，现在的方向是什么，和现在发生了什么东西都非常关注。因为像芝加哥美术学院的院长他就说，他说 We are watching you， 就是说我们一直在看着你们在做什么。事实上呢，我就是像美术学院和中国这社会，中国这国家一样，就是被提早的推到了世界舞台的前沿。我想现在从别人看，许冰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艺术家，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那我不知道你自己对自己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或者还有什么期望吗？那这个东西不满意的地方太多了，或者说这个遗憾的东西也很多。期望呢，现在不敢有什么太高的期望啊，因为说实话，这个人他活到现在，这个岁数越大，他越宿命。前一段有一个什么时尚杂志谈礼物，后来他说：“那你认为这个上帝给你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我想了想，我觉得其实最好的礼物就是，这个上帝让咱们这些人能过一段就有一个活法儿，是吧？你感觉活了好几辈子似的。我有这个机会。对，所以这是奢侈的啊。嗯。我老说就是说，这一代人其实能够过来的，其实都是幸运的。所以呢，可以说每一天都是捡来的，啊。所以每一天呢，你都是应该是，就是付出的，啊。导演。是导演哥，怎么我们够了？什么水导啊？哈，假扯，我们都是。这也假扯。瞎扯。两个人讲的都好，越来越好。这个是常见的基因。那这个。